今次好高興咧，可以得到 Job Market 嘅卓越僱主大獎。咁呢一個獎項係對我哋 Fila 公司嘅一個肯定，尤其是對人力資源部嘅同事啦，咁多年嚟關懷同事嘅工作嘅一個好圓滿嘅肯定嚟嘅。喺疫情初期啦，當市民都去四處張羅一防疫用品嘅時候啦，咁我哋公司咧會動用自己最大嘅資源去張羅一啲防疫用品，好似口罩啊、消毒用品啊咁樣，務求令到同事好安心咁樣可以翻工啦。在前線如果一些比較嚴重的商場啊或者區份啊，我們都會主動消毒一個鋪頭，務求令前線的同事都安心咁樣去喺鋪頭上班嘅。咁喺 office 各方面咧，咁我哋喺嚴重嘅時候都會實行一個 A B 間嘅制度，務求令同事可以照顧到屋企，亦都好安心咁樣去工作嘅。我哋公司企業文化主要有三個 F 嚟組成嘅，首先有 friendly 啦、fun 啦，同埋 future 嘅。咁 friendly 同 fun 啦，咁我哋希望提供到一個好友善嘅工作環境俾同事。無論我同各位一啲主管級嘅同事，都同一啲前線嘅同事都會打成一片，都唔會有太大嘅一個階級觀念喺度嘅。點樣打造一個 fun 有趣嘅工作環境呢？除咗培訓之外，我哋會提供一啲好有趣嘅課程啊，例如去野外定向啊、砌 LEGO 啊一啲咁嘅課程之外啦，咁我哋曾經試過包一個電影院，咁咧邀請香港嘅奧運代表隊嘅運動員同我哋嘅同事一齊欣賞一套關於運動員嘅電影啦。咁希望藉住呢個機會啦，咁令到同事作為一個喺運動品牌工作，會知道公司一個方向，公司支持運動員同埋一種體育精神嘅。對於公司 future 未來嘅發展咧，咁我哋都好注重嘅。我哋會定期會同公司嘅前線同事又好，或者 office 同事又好，都會有一啲會議、有啲聚會，會同佢哋解釋一下公司嘅發展方向，務求使到公司嘅同事好清楚公司嘅發展，亦都好知道自己職場嘅發展同埋機會。